会针对这个王宏威议员的抹黑毁谤行为，我们近日就会做出按铃申告。青山火线新竹市长林志坚中午时间召开记者会澄清，因为北市议员王宏威拿出2008年6月竹科报告，对比他2008年7月的中华大学硕士论文，一口咬定几乎是抄袭，全部抄袭啊！所以他只改了一个抹科学园区的一个字而已，一章的序论开始就开始在抄。曾经在2008的4月。三个人联名在一场管理策略与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发表了这一篇论文其实就可以验证我们没有抄袭。至于从火灾论文到内容农场扭曲，毁林三部曲正在进行。林志坚还原2008年论文的时间序，提到自己早在四月就已经参与讨论，绝无抄袭。贺立行老师、王明浪老师都说得很清楚我有参加竹科管理局这个研究案的问卷设计，还有问卷的回收，以及资料的分析。校区一定是校区嘛？他是不是有参加这个 GTSI 实验室的讨论？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去确认的。把选举变成猛烈比赛，我想这样子是太 low 了。之一是蓝营碰上选举时机可以操作，林志坚捍卫个人名誉，重炮反击提告。中华大学则回应，若有接获具体检举事证，会秉公调查，但目前尚未收到任何检举文件。三立新闻蒋文琪、温文轩、S N 小组台北新竹报道。